大家好，我是小薇薇，我今年10岁了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录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最用》。喜欢的好朋友记住转发、评论、点赞哦。我的 ID 号是5264，每天晚上8点直播。出现在我身后，野蛮地抓着我冰冷的小手，对我说爱就摇摆一动。所谓的爱情其实是个阴谋，还不是烂，不过是对背叛的诅咒。那一天你给我的片刻温柔，我无法再对你 say no。点赞哦，我的 ID 号是5264，每天晚上8点直播。